过年可以看到这些风景啊，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心情就是很舒畅的啦。我当然开心啊，这是我娘家的河啊。快点许愿啊！对对对对对，希望我们早日生个可爱的宝宝，一定要像我。希望我越来越美，身边的人都健康平安。啊，我们进去进去，我们进去，很久没来啦。我们要感谢大伯公，因为去年我们的愿望他实现了。年初二，我家整个团队也跟我们一起回娘家，回去你的娘家。我最威呀、啊！真的是谢谢大伯公这个保佑啊。这一条白鳄鱼为什么会在这边呢？相传在五六十年前，这条白鳄鱼就出没在这里的河畔。每逢这个农历的八月十四、十五、十六啊，就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呢会来这里等它出现。等它出来做什么？看到它不得了了，据说会升官发财。哎呀，赶快摸它一下。不是这条啦，也是可以啦，这条也是可以啦。哎呀，哎，老婆，你帮我拿一下这个礼来。干嘛？哎呦，一年才回来娘家一次，等一下阿爸阿妈看到我衣衫不整啊，头发乱了啊，我怕给他们不好的印象啊。来来来，不重要啦。哎呦，我回来啦！阿爸阿妈啊，新年快乐！哎，干嘛没有人呢？哎呀，妹妹，妹妹，香香姐，哇，久没有见你了。还是这么漂亮嘞！很久没有见，你们很熟哈、哦，三姐。哈，妹妹，我好想你。我们上个礼拜才见过。爸妈他们去了哪里呀、啊？他们知道你来避免啦、啊。对哦，忘记跟你说他们去玩哦。其他姐夫也去避免。哦，也是看到他的关系啊。是的，对。对了，下次我自己回来了。哦，好啊。老婆，老婆，啊、你快点进去厨房里面了，帮一下大姐啦。对呀、啊、对呀、啊，大姐二姐辛苦，快点快点快点。你不在家里很久，你不用去帮忙、啊。我等你们喽、哦。啊，你快点啦、啊，进去里面帮他煮，快点快点快点啦、啊！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阿翔要叫我来帮忙，有大姐一个人不是可以了吗？有没有搞错哦？你家人这样久还不会煮？哎呦，是不用煮的吗？现在过年吗？啊，蒜子鱼是不是？对、啊、哎呦，我最喜欢吃的那个蒜炒的很香，还有那个鸡蛋煎到蓬蓬的，讲切。阿娇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嫁人这么久了还不会煮？你已经重复了第二次了啦。OK， 我会了，我会了。OK OK， 你试、嗯。就这样罢了嘛，有什么难？我村长夫人，什么不好学东西最快的啦？你快点搞点你那边呢，我这边很快的。OK， 你说的。哎，我们来分享我们家里这个秘诀给大家听啦。基本上就是先煎鸡蛋。为什么我没有看你放调味料的？在你来之前我已经放了啊，只是放了少许胡椒粉跟生抽。大姐为什么要吃蒜？跟大家讲，因为有钱蒜，过年有钱蒜，对不对？所以你看，我家我和村长是不是有钱？只是那个蒜哦，要选得漂亮就可以了。的确，蒜要选得老、嗯，然后炒的就比较嫩。基本上就选那种头不要这么大，然后选中国蒜。哦啊，不要选本地蒜，中国蒜比较香。对了，我以为我每次吃的时候啊，然后炒了一大盆啊，一下子就吃掉，然后准备功夫很麻烦的。所以说你每天是怎么吃？嗯，接下来是什么？放多一些油，然后呢，把蒜子爆香。需要的重点就是油要多一些，蒜子要多一些，油比较香，比较入味。哦，蒜子要多一些，油比较香。讲话倒反了。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家里有炸鱼，真的可以用那个炸鱼的油，炸鱼真的是很香的。你整盆蒜啊，都是那个鱼的香味。嗯，大姐，嗯，炒到多久啊？你看它的色泽，它的样子看起来没有这么硬，没有这么深。是，你要加一些烧水。嗯，加水啊？对，加些烧水，它的色泽就比较漂亮。今天觉得我今天大姐哈、哦。
讲话很像老师哎，平时明明就大呼小叫，是不是要加鱼露啊？对呀、啊，你还懂哦？因为你放在这里 ，OK， 过来好啊，好了 ，go go， 然后继续翻炒啊？是的，是不是要炒到它比较没有这么轻，老一点点，软一点点，嫩一点点，是吗？是的，嗯、果然吃。是比较快的，就好像台上一分钟，台下要十年功这样子哈、哦。真会说你，我就是会说罢了嘛。通常做我不会的。啊，快做快做啊！然后做没有做没有？爆翻炒家里多一些烧水，因为我要把那些豆腐跟鸡蛋放下去了。你没放多的烧水，等一下呢，它的水不够，就变成整个很干。这算是豆干对不对？是。加鸡蛋。是。哇，嗯，够，我炒的，我炒的，嗯，可是我们好像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什么？那鱼呢？我好了、啊，这边。哦，要不要调味过的、啊？我已经调味过了。我就放一点盐，是不是？嗯，然后就用 FIR 来空烤就可以了。哦，这是什么鱼？红鱼。不可以选别的鱼的吗？一定要选红鱼？其实都可以啊，我们家这边红鱼，它的那个肉质比较鲜甜。可以上桌了，是不是？是啊，二姐、三姐，你们赶快去准备那个桌椅、盘子，啊，就快去等。嗯，我讲。来来来，大家。吃饭了，吃上面长命百岁，又长寿，祝妹妹跟妹夫长长寿寿。大姐，今年身体如何？健康吗？好，好啊，那就好。二姐，今年美了哦。好，谢谢。啊，香香姐，啊，怎样？找到另外一半了没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话想问的话，多一句不如少一句。人家每年呢、啊、最讨厌亲戚朋友啊拜年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妹夫。哎呀，你怎么又问？你每一年都问，每年都问一次。没有关系，明年如果你再嫁不出去，你来我们的家，我们两个养你，好不好？这个寿面呢、啊、有放花生粉的，很不一样的啦。然后观众朋友可以学一学。真的，每次吃这个寿面都觉得很健康，它味道特别不一样。今天你煮这个有的蒜的鱼，很好意的哦。通常我都是吃这个蒜啊，还有加上这个蛋。哇，你看它的蛋煎得多漂亮，是不是？这一个就是家里的温暖，家里的味道。我们每次回来呀、啊，365天我都可以吃这个的。这道菜阿佳有贡献的。哦，是哦。嗯，对呀、啊，就是你们两个逼我进去煮的那一道咯。没有逼啦，你学到了，让我试试看。大姐啊，你真的很会为家人着想的，煮的食物都不会油油腻腻，不会重口味的。嗯，这个就只有在家吃得到的。我每次在 KL 都叫阿娇煮一些这么健康的食物来吃，不要一直打包、啊、我平时煮很健康的，那个菜拿出来洗了就吃的哦，可都不可以。你要健康吗？不是给你健康咯，又不一样、啊、又嫌弃 啊过年不可以生气，他们平时、啊、我平时就像是对我的。哎呀，你不要乱来啊，过年大家开心，就是要哄骗。也对啊，过年啊，你跟阿爸阿妈说明年我带大家一起出国，哇，好不好？去哪里？他讲我要带我出国很久了，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的，都没有出过，你们安排自己的行程。哦，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刚刚我吃那个斋菜冬粉哦，依然是那么有弹性，也很像你，依然那么饱满的口感。你吃过大姐呗？我说那个冬粉饱满。够料，你对我家人说话要好好说，真的误会呀、啊！你们的家一定要有像我这样的人，人气极升，讲话大大声，对不对？不然全部静静啊！哎呦，妹妹，你还是一年回来一次了，隔壁邻居都在笑了。我今年第一次看你做这个是欧尼哦。
啊，是不是？哎呀呀，太难了。我们家里啊，是有一块一块。真的，而且呢，它很滑哎，绵绵密密，口感很好。大姐，你是为了让我们家的阿娇变得更聪明，所以你放点杂葱下去，对不对？啊，你家妹妹更聪明。放杂葱吃的感觉比较香啊。潮州人，我们潮州人一般上都是有放杂葱下去。对，很好吃，很好吃。你知道为什么比较香吗？啊，你吃了讲话比较香。我刚。你吃整碗啊？吃了嘴巴会比较甜的。我刚刚在赞大姐窝。你赞她踩到我。总之过年啊，很重要的就是家里一定要有人会煮啊，大姐就最会煮，煮的菜呢都是好意头的。你看吃了冬粉有粉丝啊，粉丝会爆灯啊，然后吃了这个藕捏甜甜蜜蜜会蒜，然后就长寿。嗯，啊香香姐，等一下吃完这一顿饭哦，我们出去走走看看啦哦。OK， 啊，好，来继续吃啊。哈哈哈！啊，香香姐啊，这一条巷子好像很特别哦，到处都是荷包蛋的哦。为什么我们来这条巷子的哈？要找我的朋友花木兰。哦，花木兰哦。对，这边这是隐藏式的美食。这一间餐馆真的很小一间哦。Mini size， 这个花木兰更加温馨。老板来了。哦，就是你啊。你就是花木兰啊！啊，我的老婆，她之前是从事花店的工作，然后我的英文名就叫 Brandon 嘛，从事啊花店，所以就叫花木咯。然后我 Brandon 花语是叫布兰登啊，布兰登，所以就合并起来花木兰，很有创意嘞，很浪漫。木兰鸡翅膀、卤肉饭。全都是我很喜欢吃的哈，香香姐，你来这边几次了啊？三次。三次哦，你跟谁来哦？跟村民啦。哦，下次我来哦，我陪你来吃，好不好？不用这样孤单的，来，我们开始吃了啊。我们先吃全都了。我妹还没来。没关系，她不喜欢吃甜的。我每次order全都，他都扭我耳朵了，说：“哎呀，吃什么甜的，不要吃了。”哎呦呦呦呦呦呦！你每次order我都要扭。呦呦呦呦呦呦！哎呀，人家这边有威特的，你做梦自己去拿这个饭出来。我难得回到巴都巴哈，我不可以自己走进厨房看一下啊？我们先吃卤肉饭。好。这个卤猪肉它是用那个三层肉哦，很肥美哦，很肥美。哦，我觉得很丰富咯，你看又有卤蛋又有那个豆腐哦，又不会干干这样哦，是不是有些湿湿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卤到那软透的那种，还是瘦肉哦，保有它的嚼劲在的。它肥的部分真的把它卤到哦，入口即化，咸香咸香带一点点甜罢了，可是它真的很入味。这里这个卤肉啊，是传了几代传下来，他们的这个家传秘方来的，传了整四代，对不对？对呀、而且啊，它除了放刚才那个八角啊、丁香那些之外，还有放这个泰蒜。这个泰肉饭，这个更厉害啊！这个怎样厉害法？你看它的味道更不一样，用看的。相比之下，这个泰肉饭啊，味道就很出众哎。它这个蛋啊，就是那种蓬松蓬松的感觉的，对，口感很好。对，老板特别喜欢吃蛋，他在煎之前就把我打到它起泡，而且它的那个油啊，一定要烧滚到它冒烟，所以一下的时候，这个鸡蛋就会很柔软，那个肉不会炒到它太干。然后呢 ，braised leaf 啊。九层塔的香味，真的很浓郁，很开胃的哈、那其实很简单的，就肉碎九层塔，再加那个煎的鸡蛋，就真的很下饭了啊！香香姐很会点菜，你点了一个比翼双飞，哎呀，这个好意头啊！一个给你，你给妹妹，一个给你，好，我不会忘记我老婆的，你怎样都是她的姐姐，你待她这么好。我也要带你好的吗？妹夫很好人，不会说着说着就在我背后牵手吧？
这么远怎么牵手哦？不会不会，你不要想太多了哈。没有，我相信你啦，我只是不相信他吧。过年呐、啊，哎呀，来来来，嗯，有一股香气，嗯，它吃起来不像炸鸡，像烧鸡翼的香味耶，而且吃起来有一股酸酸甜甜的滋味。对啊，好像恋爱的感觉，虽然们还没有谈过恋爱。都叫你不要看这样多那个偶像剧了，它会教坏你的、哦、你就不小心就找错人了。不会啦，虽然这个鸡翅膀没有果粉去炸，可是它先淋上一点黑醋，所以炸出来它有一点酸的香味，然后过它那个酱料其实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像蜜汁的感觉。对，很香。它最厉害的就是它只是用黑醋去腌哦，它没有用其他的调味料哦。我觉得也很入味哦。对呀、啊，外面又有点脆脆酱，还有芝麻，比较起来呀、啊，哦，就有自己的特色。嗯，穿单薄的外层也是很漂亮，就好像你看你跟这个蕾丝，薄薄的都很美的。我只能说，巴都巴有你们这一对姐妹花。够了，真的，他们两个都妹妹会主持，我会唱歌，来唱一小段。你最拿手了吗？我开始了，帮你打beat。好，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很好。香香姐啊，你刚刚带我们去吃那个小吃很好吃啦、啊、可是你都知道哦，我的胃口并不只是那样而已，所以现在呢，我带你们来吃大餐，明天团圆饭可以在里面吃，进去进去来、嗯、哈哈，来老店了老店了，吃大餐。我们又来吃大餐了，过年当然要吃大餐啊。谢谢你们啊、没关系啊，香香姐，这里的这些横财旧手如鱼得水啊，通通都是好意头的，多吃一点好不好？好丰富、啊、这个瘦太多了哈、啊、来马上我们开动。好、okay? 你又知道他瘦很多、啊、你有量过体重吗？来快点吃啊。香香姐、啊、先吃看这边的这个猪手好不好吃。好脆啊，很脆哦。嗯，隔壁邻居问听不听到啊，太脆了、嗯、没有想到这个药膳猪手外皮这么脆啊、嗯、里面的那个部分还有一点滑嫩的，就像它这个酱汁有点酸甜的、啊、你看这个皮啊真的很薄，薄如蝉翼，然后吃起来脆脆薄薄，里面的那个脂肪的部分就很像胶原蛋白那样啊、哦、其实它还是很 Q 的，美容功效。对对，是啊，再来我们吃这个了。这家店的厨师老板取这个名字很特别啊，垃圾海鲜包。垃圾不卫生啊，妹夫。哎呀，因为是一锅熟这样子、哦、里面有辣辣有虾有烧冬啊。哇，好厉害 啊，这包东西什么都有，酸辣辣的样子哦。来来来，觉得它有点泰式，然后有一点像阿萨姆拉沙，因为有很多洋葱就有命，它很入味耶，很不一样的煮海鲜的方式。哇，这个很适合过年吃，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吃到很多就是酱油啦蚝油啦那种味道啊，可是这个酸甜辣的，而且是蛮刺激的辣度的、嗯、它这个酱汁啊，我觉得它下主料应该有那些姜花啦或者是其他那种香茅全部磨成碎了再放下去煮，简直就有泰式的那个风味、嗯、真的、哦、咬第一口呢马上就有海鲜的鲜甜呢，香香最喜欢。来你要吃哪一个？我要吃河鲜菇。你有看到这个上面这一层东西吗？是河鲜菇布的阵来的。哇，天罗地网啊，是炸金针菇、嗯、哦、啊、你要用很童话的方式跟我姐姐讲话的。不可以啦，长到这么大了还是这么天真，我怕你有危险。我有什么危险？被他骗的危险哦。哎呀，老婆，过年你家
像什么啦？来来来，哎，妹妹，它其实是有豆腐在里头的哈。来，嗯，很像新年的那种零食哎，啊，对对对，哇，它口感有点像蘑菇这样子哈，脆脆的，而且它有一些汁啊，然后芝麻的，那口感更好哎。他想要征服所有来这里吃东西的食客的胃，先下手为强，让大家吃到这个脆脆的金针菇，然后大家就会啊。到底里面有什么我要 explore、啊、他就继续把它剥开，看到豆腐吃下去，然后觉得啊很温暖。其实它的豆腐是蛮扎实的，里面还是很滑的，很湿润的那种，可是它把它外皮炸得够脆。我今天难得跟巴杜巴哈的两大美人在一起吃饭，我开心的不得了了。香香，嗯，她是巴杜巴哈的梅花，我老婆是巴杜巴哈的包菜花。哎呀，多么与众不同，对不对？梅花才是我，我是叫梅娇，我姐姐叫梅香，我们是香蕉。好，那我们接下来吃这个金瓜奶香排骨啦。它的奶油是狠狠的被金瓜拥抱了，所以你吃起来是稠稠黏黏香香的。我爱上了它。你爱上了谁？我爱上了这个哦，金瓜。吓到我！有什么好紧张的？不是我，你不是每年都想问他一次跟谁在一起吗？不是，我以为他爱上排骨。无论如何，这个排骨炸得很脆啊，包裹了这个金瓜奶油之后。它完全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哇，卖相又好，吃起来味道又棒哎！而且虽然他说它是排骨，可是其实它里面的肉也是蛮多的，而且是嫩的，里面应该有腌制吧，很香哦。这个你就厉害了，嗯，你竟然吃到里面有腌制过，很香哦，喜欢呢。香香姐，你有兴趣要主持花匠，我帮你引荐一下，有帅哥吗？哎呀，你跟我们搭档哦，一定 OK 了。分分钟你可以取代 Orange 陈慧娴了。虽然我跟那个 Orange 熊没有什么交情啦，可是我们是同一阵线的，你知道吗？啊，新年呐、啊，你又要骗人，又要把 Orange 排除在外，这不应该耶！刚才还去拜了大伯公。妹妹呀、啊，妹夫，不要吵架啦。我们在吵架啦。哦，我们叫耍花枪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些什么好吃的啊，记得 email 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去介绍。来，妹妹妹夫，新年你们忘记做一样东西呀？做什么啊？我拜年了。你们忘记给我红包。哎呦呀！哎呦，是我。呀，红包嘞！快点红包拿出来，红包在哪里拿的？快点找一下。哎呦，我是不是在肚子里面了？快找一下。红包嘞！红包了，红包了。新年村长要祝福大家有数不完的财宝。夫人和香香姐祝福大家笑声数不尽，财运数不完，恭喜恭喜。